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咪，这样每期的拉娃无极迷途，此话不说，就快离席。第五期特训，开始特训，怎么上来就开始特训了？六分钟内击败前三波所有敌人。我这开始角色呢，过第一，那试一下吧。第一波6%的技能消耗，看来进度是够呛了啊。这，我真打不动，这算什么特训？特训强度有点高啊，他哪顶得住啊？完蛋！继续我们的剧情吧，继续按照五作战开始。他一晚上就留我处置了。那我也换了你。就和你手上的一样，连看七枪都没击中要害，有意为之啊！看来是。讨厌被人利用。那后手是什么？这叫我包围了。这比较是故意来骗的。控制不了我的，好嘛，击败所有敌人。这，他懂吗？他俩懂。为什么没气儿的叫？听见了，舞曲的前奏。我在，就让路威亚累了，祝福你。在这儿就不用有所顾忌了。
我们这次表现怎么样？昨晚睡得好吗，局长？谢谢广大。简一，小逆，海瑟，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